新回民國兩週年，大表我天下獨立嚟計三週年。咁我哋今年係8月26日自費食飯，唔請啊，講明。咁咧，大家都知道新回民國兩週年內從來都係冇服務嘅。如果想見下我、鬧下我、踢下我，或者就嚟摸下我，希望大家盡快報名。21號截止網聚之後，我哋俾翻一個好嘅服務大家，希望大家支持。大飛看天下，根據中國媒體第一財經報導，印度製造業正在迅速崛起，這個大家都已知的事實。在手機生產方面已經幾乎實現了自給自足，因此你看不到再有中國的手機進入印度。以往印度每年需要從中國進口1億8000部電話，這些訂單如今已經全部都沒了。根據報導，印度海關的統計數字顯示，從2014年到2022年間，印度手機進口量從2億部降至2022年的377萬部。其中在中國進口的更加從1億7900萬部跌到219萬部。這一個轉變主要歸功於就是印度政府。印度政府用了很多的力氣補貼，跟住要求自主做的就是手機。過往都成功，他們不單止是這樣，如果你要做印度市場的話，麻煩你在印度開廠，結果中國的小米、vivo、oppo 這些都在印度開廠，他們手把手這樣去教識了一班中印印度的員工。當現在他們打擊著中國這些這樣的電話商人、製造商，他們開始做自己的事。因為你說手機是不是高技術？不是，因為印度的市場它未必需要的就是蘋果這些這麼高配置的，他們需要的只不過是一些過得去大家都用到，結果印度做到了。而你亦都睇到小米被清算，一鑊過將9年嘅利潤嘔翻曬出嚟，天價罰款將佢打到沉曬。咁而 OPPO 同埋 VIVO 呢兩個中國嘅品牌，亦都睇到陸續咁樣被淘汰。印度嘅手機業已經走出嚟，而開始出口。即係話佢哋已經能夠自給自足之餘，仲要出口。當然啦，你話印度人同中國人有一段距離，就係印度人並冇中國人咁勤力，而印度人係需要娛樂嘅，需要平衡嘅。佢唔係好似中國人，只要你俾得起錢，我乜都做。呢個就係所謂嘅區別，但係唔代表印度起碼仲有人口嘅紅利。呢個亦都直接咁樣將中國嘅手機嘅未來斬斷咗，因為此消彼長，你失去咗印度咁龐大嘅市場，每年同你攞2億部手機，而家變成咗零。而更重要嘅，你失去咗2億嘅市場，而佢喺國外去挑戰你，一加一減，中國嘅手機會迎嚟滅頂之災。因為你嘅科技創新，你嘅最巴閉嘅華為已經連 5G 手機都做唔出，咁你有乜嘢優勢？人工平、人口紅利，印度都有，連市場都有埋。如果佢挑戰你嘅話，就係究竟營銷有幾成熟？當大量嘅外國資金流到印度嘅時候，你就會見到挑戰中共嘅手機市場就會即刻出現。唔單止係咁，所謂嘅彎道超車、新能源汽車，喺未來幾年中國都唔會盈利盛世。點解？因為新能源汽車其實係容易做嘅，最重要就係電池、傳感器同埋導航呢幾件嘢。咁當然啦，你問我汽車啲大飛你識唔識㗎？唔識，但係基本上都係咁。
過去中國能夠彎道超車，能夠挑戰歐洲，能夠挑戰美國，挑戰日本的汽車業，成功了，不是你的技術先進了，而是你便宜，以及這種印即是電車技術很容易複製得到。如果你說要創新的，要做 Tesla 的，未必得，但是我都說了，一般來講只要基本上的續航力電池技術是得的話，那就已經解決了。即是它不是要有發動機，它不是有波箱這一類高技術的東西。所以今日的中國，他們現在好像比亞迪話頭將會邁向全球 70% 市場，會紅霸世界。但是我之前做過兩集，我都覺得不會，因為你這裡計漏了一個印度。當印度將手機再做一次，很簡單，就是不給你的電動車入口，它不是未試過，即是好像 Tesla 要進入印度市場，印度說麻煩你，你在印度設廠，如果不是我不給你入來，即是說各大品牌入到去就會手把手這樣培訓工人和技術，只是三五年而已，印度的品牌就會走出來，而更重要的，它就會挑戰中國，因為你又是一樣沒有了這14億人的市場，即好像手機一樣，你沒有了2億部，那你說不是，電動車沒有那麼多，很有可能就是損失多少，損失每年500萬部而已。而最重要的，它製造到的時候，它在平價市場，即是說電動車的平價市場都會挑戰中共。所以你見到黃全福話：哎呀，我哋嘅中國電動車會成為咗世界霸主，佔全球七成。嚟到呢一度，我唔信。2024年你就知道分了，我相信2024年年尾你就會見到中國嘅電能車佢嘅銷情下降。第一，因為中國嘅市場已經飽和同埋經濟衰退。第二，有人喺海外挑戰你，而你亦都失去咗一個好重要全球第二大唔係第一大嘅人口大國，唔係中國，係印度。節目做到呢度，希望大家 like 追蹤 share 訂閱科金睇廣告，可以話加入會員同比賽，帶俾我啲嗱，希望得到大家嘅支持。拜拜。IM 澳洲移民公司專注移民廿幾年。为18至47岁香港人精选最出色的移民课程，全程学费港币150,000内，无需雅思成绩。我哋为18到31岁的港人申请工作假期签证，合资格人士雇主愿意提供劳工移民担保，有护理资格的港人可以推荐雇主安排工作，办理劳工定居签证，冇年期上限。我哋亦都为50岁以上的港人申请居留签证。澳洲比英国更易找工同入职，无论在香港、英国、台湾的朋友想移民澳洲，就快啲找 Christy 啦。